这把就告诉你为什么关羽永远是 T 零。小小凯爹，视频与我一战。关公门前耍大刀。好，等一下，大刀还有没有？没有了吧？怎么一阵子把我的大腿给打断？你的凯皇无限猖狂。他给了我们家后裔两刀，我必须反给他们家族两刀。后羿是怎么一秒钟都活不下去，那么斩下去之后回拉皮操作起来，真的是。